你跟英莱跑过吗？有啊，我们会有一个比赛福克练习的、啊，比赛福克练习的、啊，约翰在里面跑得跟鬼一样快，而且每一个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猜猜我是谁，你猜呀、啊。每一个人的游戏 ID 都不是挂自己的名字，都是挂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。你猜呀、啊，我是云海，你信吗？拿了北海，来试一下这个车跑北海严不严得到？我感觉应该也是可以的。那我得先摆脱他们。哇！别再快速刷了。我还没续到，差一点点。哇！这已经不是续不续得到问题了。是非常难受的问题啊，这个对抗。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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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承受不起第二次。快踢笑了这对抗。看他续不续得到。还是可以的，这个车还是续得到的。很好，这个第二圈，很好，给力。但是这个对抗不给力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千万不要在台服玩对抗，你会把自己撞到崩溃的。这样的迷迷毛毛，冰冰冰冰，嘻嘻嗨嗨。跟大家说啊，那些路虎职业选手啊，最强的不只是他们跑得快啊，旧车那些判断真的是很好，武器啊、旧车啊，然后路线上的掌控、阵地是强，这些都是能够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来了。我出来了，他没抬起来，你转过来。没事，你这样飞过去还是比较重要的、啊。哇，撞歪了，可惜了这场。哇，这场应该可以跑挺快的，撞歪了，那个后面那个连续飞的进道撞歪掉了，来了，一号公路，你走这边，杀出去一条血路，弹射，哇，要外飘了，
点过来。这张图就让我想到精美的台港澳三连复位。哇，尴尬，撞了怎么办？聊天室撞了怎么办？冲啊！专属于台港澳的独门路线，三连复位、啊、喝水喝水，准备喝水，喝水，很好。好喝。哇，这起步。哦，我出来了。感动万分。能够起跑冲出来，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，别无所求。哇，脱了，飘太大力了。弹射，侧身，喝水。抬起来，这个弹射怎么说？没弹到，再点一下刹车。这个弹射怎么说？还可以啊，弹射非常完美。不好说，这个主播不好说。没有那种东西啊。可以，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哦哟！开服那个神奇的喷泉，小飘，弹射。CWD， 这不用卡漆了，很棒。你们来上海吃披萨哈，好吃吗？啊？没有 WCW 不到。一个弹射，没弹到。可以。哇，来了。哇！我要杀出去，我要杀出去。
好分，暴力入弯。好分，一个弹射，那个弹射，第二个有弹到。完美飞跃，长长很好，真的真的难飞，我是说车很完美，好吧，我们的这个车呢完美飞跃。哦，这个起步的这个自动加气，这自动加气其实挺好用的，这里那满气的，那感觉会满气，哇，挺不错的。弹射，哦，这里好像也可以，哇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哇，比想象中的强呢，这个图。这也不用卡气了，越跑越多气。没有比较快。